巍巍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它横亘在湘赣之间，书写中国革命战争的红色经典。它高耸在记忆深处，在这里开创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就在这里点燃，铸成了这座永恒的丰碑。一代代的井冈儿女将井冈山精神薪火相传。有请井冈山精神传承者，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何继明，江志华烈士后代江满凤，全国模范退役军人陈豪文，袁文才烈士后代袁建芳，王佐烈士后代王生茂，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段仁芳。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兵你好新春特别节目，这里是井冈山，我是主持人李延军。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革命实践，见证了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执守与共的优良作风。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井冈山人民讲述井冈山的故事。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理事何继明老师。欢迎江老师。不舍的旋律瞬间就把我们带回到那段峥嵘的岁月，听您演唱这首红军阿哥你慢慢走，情深意长，催人泪下。您能给我们讲讲这首歌的故事吗？这首歌是我爷爷写的，我爷爷叫江志法，是1927年的冬天参加革命的。1929年随着部队下了山，后面写过一封信给家里，从此以后再无音信。通过他的战友，我们找到这个歌本。我本来就喜欢唱歌，我把爷爷写下来的歌，这本子里面歌啊，全都写会了唱。贺老师，您了解这段历史吗？
井冈山斗争时期啊，牺牲多，奉献的也多，很多人走了以后都没有留下姓名。江满凤呢，虽然没有见过他自己的亲生的爷爷，但他相信他的爷爷和所有的红军战士都一样，值得敬佩，值得热爱。我看过《井冈山》这部电视剧，那里面的主题歌也是《红军阿哥你慢慢走》，也是您唱的吗？是的，那里面我也参与了唱。《井冈山》电视剧第八集电视剧就是我的原唱。我唱完歌以后呢，那边呢都说给我一笔费用，但是我没有要这个钱，因为这歌是我爷爷写的，拍这个电视剧也为了宣传这个老前辈，那些红军战士，他们为我们革命做出了贡献，我怎么能要有这个钱呢？但是其实说起来，要这个报酬也是正常的，也是你正常的劳动付出。那么当时你是做什么工作呢？我那时是龙潭警区的一名保洁员，我那时工资也不是很高。那不要报酬是你自己的想法，那么你身边的人，你的亲人，他们理解吗？他们都很不能理解我，我要跟他们说，我说我唱这个歌也为了宣传我们井冈山，弘扬我们这个井冈山精神，唱这个歌又是我爷爷写的，对我来说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爷爷写的歌传承下去。新闻报道以后呢，我们领导也说要给我加工资，给我换一份更好的工作，但是我都没有去，因为我的文化水平有限，我觉得那些位置不适合我，我还是踏踏实实地做好一名保洁员。您唱的这首歌流传很广，而且现在呢媒体这么发达，有没有粉丝来找您呢？有一次我在龙潭景区扫地，我看山下有人来了，我就唱歌，后来是客人上来以后，他说谢谢你，刚才如果不是你的歌声，我们也许还在山脚下，我是你歌声走上来的。我当时听到这句话非常高兴，我是在想我的歌声也能打动他们，也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也就经常在山上啊接一些客人啊唱歌。听了刚刚江满凤老师啊讲他自己的这个简短的过程啊，他是一个普通的保洁员，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红军的后代，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自己的歌声在努力地传唱着井冈山精神，弘扬着井冈山精神。我就想用我的歌声来传承井冈山，让更多的游客了解井冈山。讲得特别好，江老师，您的歌声淳朴而真挚，那这样的歌声呢来自于咱们的老百姓，来自于井冈山。那么其实这首歌呢，它也是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对于井冈山那段革命历史的深刻的记忆。非常感谢江老师今天在这里和我们分享您和您爷爷以及这首歌的故事，谢谢您，谢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一颗火种，这火光使反动统治者无比恐慌，残酷的经济封锁，疯狂的军事围剿，漫天的黑云压向500里井冈。然而那一点星星之火仍在暴风雨中闪耀，那一杆醒目的红旗仍在黄洋界上飘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离不开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更离不开袁文才、王佐两位革命先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袁文才、王佐的两位后人，请他们来讲一讲他们先辈和自己的故事。我是严建芳，我的爷爷是袁文才。我是王神梦，王佐是我爷爷。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访谈现场。何老师，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当年毛泽东领导着队伍上井冈山这段背景吗？可以。这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呢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当时毛泽东呢就根据党中央的政治决议案，为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他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呢在三湾举行了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呢，他针对部队的存在的问题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项措施呢，整编部队，纯洁了自己的队伍，把动摇分子放走了，留下了革命的坚定分子。第二条，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建立党的组织体系，把支部建的连上。第三呢，用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的方式凝聚部队，凝聚人心。经过这个三个举措以后呢，毛泽东带领了秋收起义部队的余部700余人呢上了井冈山。那么这就是我们新兴人民军队建设的最初的开端。就是说井冈山从这个时候开始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对，那么井冈山也就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对，为了反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爷爷早年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特别是在我们党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到严重失利的危机关头，爷爷深明大义，洞开山门，把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引上了井冈山。从此爷爷和王佐爷爷就跟着毛泽东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艰苦斗争。1927年的十月，阎文才爷爷和我王佐爷爷把毛主席的队伍迎上了井冈山，他们接受改编。除了建立根据地以后，还有井冈山根据地这个巩固和发展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党的建设，这个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土地革命都做出了积极的支持和工作。所以两位爷爷他们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1928年初，我的爷爷阎文才和王佐爷爷的部队经过改编以后正式升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1928年4月中毛会师以后爷爷这支部队建制不变，番号改为红四军32团，我爷爷仍然担任团长，王佐担任副团长，成为了我们红军的主力团之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爷爷带领部队先后参加了新城战斗、湘南战斗、这个龙堰口大战以及著名的黄远界保卫战，他们带领部队出生入死，英勇奋战，屡建战功。这个1929年的一月，朱老总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出击甘南。阎文才爷爷担任参谋长，也随着部队下山了。而我爷爷王佐积极地配合我们红五军彭德怀的部队坚守井冈山根据地。在1929年的四月份，我爷爷的部队和跟临港和引新联发这个游击队合并成为这个我们湘赣边界红军渡离团，我爷爷担任团长，李畅担任副团长，这个坚持到湘赣边界这个游击战，使井冈山根据地的红旗永远保存下来了。那段历史这个毛主席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那么王佐袁文才呢是农军的领袖，在井冈山上，如果红军要到井冈山落脚，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和允许。毛主席呢通过书信、大昌会见进行沟通，给袁文才的部队呢赠送了100条枪，给王佐的部队赠送了63条枪。袁文才回赠了银元、粮食，还帮助起义军安顿好了伤员。征得他们的同意以后呢，毛主席在1927年的十月份才正式上了井冈山，打开了山门，部队住下了。
又在共产党员袁文才咱们农军的首领呢王佐的配合下，毛委员呢派了党代表，派了军事干部，帮助部队加强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搞军事训练，最后呢这个部队成长起来了，成了我们红四军一支主力军，也就是刚才袁建芳同志说的红四军的32团。这个部队为我们井冈山的创建发展巩固，他们都做出了历史的重要贡献。袁文才和王佐两位烈士对于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袁老师，您也是一位退役军人，讲一讲您的故事。哦，我是1976年12月份入伍参军，这个后来在部队提干，一直从事军队的政治工作，一直到1996年这个转业，在部队整整待了20年，地地道道的一个老兵。在部队待了20年，那么您转业之后就直接到了这个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了吗？不是的，我是转业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在2008年的时候呢，组织上找到我们几位红军烈士后代，要我们讲一讲前辈的故事。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成为了一名呢井冈山精神的宣传员。2011年，正式调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担任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和井冈山精神，逢社资源，开展党性教育。那么2017年退休以后，依然坚持，就是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呢授课，传承和弘扬井冈山精神。那王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红色宣传的呢？我是60年代就在参加工作，在博物馆这个担任旧居旧址的管理和宣传工作，这个2004年退休了。2008年我跟严老师他们一起参加这个红色回声，宣传两位爷爷的这个革命事迹，宣传井冈山精神。所以我虽然退休以后比上班的时间还更忙，作为红军的后代，我们做这项工作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批革命后代在井冈山搞红色传承，他们通过现场实物和后代的亲口讲述呢，更深刻地去感悟井冈山精神。何老师，我听说咱们井冈山活跃着一支红军后代授课团队，您也是其中的一员，给我们讲一讲这方面的事情。在井冈山有这么一个红军后代授课团，他们是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和江西干部学院共同组建的。这个团呢有100来人，都是烈士和革命的幸存者的后人，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在井冈山讲述老一辈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他们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向后人讲述着那一代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们的初心、他们的使命和他们的担当。说得特别好，无论是井冈山的先辈们还是现在的井冈山人民，时时刻刻都在传递着井冈山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这一次来到井冈山，我们摄制组呢也去拜访了一位老兵。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江西省莲花县，这里呢是开国将军，又被称作将军农民甘祖昌老人的老家。那今天我们要看望的这位老人是他的爱人，被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称为老阿姨的龚全真老人。
奶奶您好，我们老兵你好来，我们来看您了，希望您身体健康。1957年，甘祖昌将军向组织申请回老家江西省莲花县当农民。作为妻子的龚全珍选择跟着丈夫回乡，她在乡村教师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老伴儿呢，他是个平凡的人，又很不平凡。他是从农民到将军的将军不少，从将军又回到农民的，他这个只有甘祖昌一个人。我心里想，他身体也不大好，回到老家能做点什么呢？我就看到他每天就背着镢头就出去开荒去了。您后来再跟着丈夫回乡务农，再到回来做老师，心里会不会有落差？没有差距，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把我自己说当做个什么。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人民的教师，也是非常注意孩子有哪些困难，我能帮他解决什么困难，尽我所能。龚奶奶今天听您说这么多，我心里也特别的感动。您用几十年如一日守护了开国少将甘爷爷的梦想，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了您在书里还在日记里写到的要为人民服务。那在今天呢，我们节目组也为您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准备了一个祝福来送给您。德厚福远，哦，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有道德的人他才可能得到幸福，他的没有道德的人他得不到幸福。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做有道德的事，做个有道德的人，幸福呢才能永远在你身边。那您一定是福寿绵延。从青春岁月到耄耋之年，龚全珍老人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儿，他身体力行践行着不忘初心、无私奉献，弘扬宣传井冈山精神。如今的井冈山儿女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下面呢，我们就有请2019年被表彰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的陈豪文警官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大家好，我叫陈豪文，现在是吉阳市公安局清源分局的一名社区民警。何老师，您看从陈警官的坐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位老兵。对，陈警官，刚才在后台的时候呢，我听有人叫你陈营长、陈老师、陈师傅，怎么会有三种称呼呢？我是1983年7月入伍的，2006年转业回到地方以后，我分配在清源公安分局从事社区民警工作。可能我在日常工作中有部的作风，同事们习惯称呼我为陈营长，这不单纯是一个官衔的称呼，主要就是个习惯。哦，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走入了部队呢？从小时候我就听我父母讲家里长辈们参加红军走长征的故事。我舅老爷就是一位红军，牺牲在长征途中。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太伟大了，我很崇敬他们。长大以后我也对部队很向往，很想去当兵，想到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去锻造锤炼。高中毕业以后我参加了空军招飞初选，后来就到了空军第七部队，也算完成了我当兵的心愿。我们知道您是井冈山本地人，那么是从井冈山参军入伍的，那么在部队里头您觉得自己和其他的战友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当兵的部队是在河北沧州。嗯，战友们知道我是来自革命摇篮井冈山，经常会拉着我要我跟他们讲革命老区的故事，我感到非常自豪。20多年的军旅生涯，我相信一定会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吧，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一年冬天，
我们飞行结束后，我所负责的一架飞机有故障需要排除，当时故障键是在那个飞机发动机舱一个很狭小的地方，需要脱掉棉工作服双手才能进去操作。那时天气很寒冷，气温接近零下8度，我趴在发动机舱口工作了近3个小时，直到把飞机故障排除，但是我的身体已经冻得没有知觉了，是战友们把我扶起来帮我穿好衣服的。何老师，您看看咱们今天的现场是接近0度，咱们还穿着这么多的衣服坐在这个地方，咱都冻得够呛。那咱们的陈警官，那零下8度啊，穿着单衣去修那个飞机，这个苦是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了的。刚才陈警官讲的这个故事啊，他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军队有个优良传统，每个战士要把手中的武器当作生命来维护，忍着寒冷就维修自己的飞机，因此他这个非常优秀的士兵。嗯，很了不起。我是一名战士，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爱护武器装备是我们的职责。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危险，我们都不能逃避。我也非常感谢组织的培养和战友们的帮助，使我在部队入了党，立了功，也提了干。我们部队啊有个很优良的传统，优秀的士兵可以提干，不是光看你的学历，是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党组织经过审查可以批准你提干，这是一种荣誉，说明陈警官呢在部队里面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嗯，那陈警官，那除了陈营长，还有陈师傅和陈老师这两个称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哦，是这样，我是转业回到地方以后到派出所工作，年轻的同事也经常称呼我陈师傅，因为我平时办事严谨细致，对徒弟也要求严格，在部队20多年，我养成了这种工作习惯。我的辖区井冈山大学里的学生见到我经常喊我陈老师，因为我是搞社区群众工作，需要像老师一样有爱心。有许多事情，许多时候，您需要像他们的老师一样耐心地向他们讲解。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倾听他们的意见心声。那您在部队呢是从事专业的技术工种，而且呢是从一名战士提拔成一名干部，并且呢还成为了一名专业技术十级的助理员。您到地方之后，那为什么会选择到社区去当一名民警呢？社区民警也是为人民服务，军人和警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在社区工作岗位上，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工作，使辖区平安和谐，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有成就感。我们知道社区民警工作是相当难做的，家长里短，非常多的复杂的事情要去处理。那么这10多年来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难忘的事情与我们分享一下？2018年3月，我们接到报警讲有一名15、16岁的男孩准备跳江自杀，接警后我们火速赶到现场，通过初步了解知道这名男孩是个留守孩子，性格上有点孤僻，跟同学关系相处的不大好，他觉得生活没意思，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就走上前跟他聊天，和他讲心里话，知道他父母长期在外务工，对他关爱较少，他感觉到不被重视。我就和他讲我和我女儿的故事，我说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没在她身边，直到我女儿6个月大了我才回家探亲，和她第一次见面。我女儿也常常责怪我读小学一直读初中对她学习上关心的比较少。我就跟这名男孩子说，我说
哪有天下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的？我说父母也有自己的不得已，我们要学着理解父母。通过跟他近一个小时的聊天，一点点开导他，知道他打消了轻生的这个念头。后来这个男孩还是挺好的，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陈警官，您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那是不是会常常忽略了自己的小家呢？当然也有啊。我母亲80多岁了，2016年在老家不小心摔断了腿。由于我工作繁忙，当时正好有工作任务离不开，我不能及时回家照看我母亲，直到1周以后我才赶回家看望母亲。我对母亲是有愧疚的，还好我妻子和家里人对我很理解，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很感谢他。陈警官的事迹啊，确实令人感动。他不仅在军营，在警营，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牢记入党4次。他在军营的时候呢，是我们战鹰的机械师，认真细致的维护飞机。到了警察的岗位上，他仍然是细致的做思想工作，仍然是为了工作忘记自己的得失。我们公安战线的警察同志们，他们是责任重大，奉献最大，牺牲最大。那么陈警官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一个人民警官的一个光辉的形象。的确，每个时代呢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每个英雄都有自己的追求和信仰。井冈山革命斗争养育着一代代的井冈山人民，他们传承和发扬着井冈山精神。下面让我们请出2019年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段仁芳来聊聊他的故事。你好，段师傅。你好，段师傅，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段仁芳，是来自红色最红、绿色最绿、脱贫最好、红军的故乡革命摇篮井冈山。段师傅，您多大了？我今年69岁了，退伍已经有42个年头了。哦，退休也有9个年头了。哦，69岁了。那您什么时候当的兵呢？我是1973年，应征入伍的。我们井冈山人对军人啊，是要有一个情节，从小受了革命传统的教育，我立志要参加解放军，报效祖国，所以我爸爸呢也支持我，因为他也是军人，他说你在部队里要好好听党的话，好好干，成为家乡人民争光，为我们井冈山人民争光。那您在部队里干的怎么样呢？我在部队最苦最累的话我都常常干，比如就我们在军区农场吧，晒谷子，气温很高，35度啊，一天几百担谷子，担到晒谷场上翻动，这个就分到了3个战友。但是我还是坚持下去，一直把谷子晒完，得到人家的嘉奖，这同志们呢，战友们呢，都给我一个小老虎的称号，大家都称您小老虎。对。那您是什么时候退伍的呢？我是1978年退伍的。退伍以后呢，回到我们井冈山老家。就被分配到了最基层的供销社了。那最基层的供销社，那是个什么状况呢？它是一个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文化落后、经济贫穷。偏僻的小山村，偏僻的小山村。那经营状况怎么样呢？经营状况不太好。我接任这个营业员呢，这个人呢，他不愿在那里工作，他叫走，他这个经常关门，老百姓买不到东西，所以叫我去打开那个局面。所以说你们那个时候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办呢？我发挥自己的特长啊，自己的勤劳啊，
我就找开门网管门，弄清了老百姓啊要什么货啊，我即使都跟他们采纳啊采货啊，他们早上呢可以买到了，晚上也可以买到，劳作了一天回来他也可以买到，他们都很乐意啊，他说现在来了个好营业员了。那看来咱们段师傅还真有经营头脑哈，本身这业务开展起来了，有了起色，那我就正式啊，就把供销社转换为三农服务的综合服务站，拓展我的业务，生意就越来越红火了。你像搞邮政啊、电信啊，跟都开进来了。那么这些业务您都懂吗？在邮政这一方面是以前没有搞过，但是乡亲们需要啊，为了他们的方便啊，那我就要想尽办法了，边学边干了。不懂的地方呢，就跟问一下邮局的同志。但是碰到困难的呢，就是地址不详，我记得是台湾来的一封信，写了这个呢，就是解放前的地址，现在改了新地名呢，他没有写，那我就去找啊，每个村落去找，经过了几天，找到了一位老太太，80多岁了，接过我的信，老泪纵横呢，哭啊，他说是我弟弟啊，从国民党时候啊，扎东兵去当兵的，40多年了，我以为他死了。现在来信了，你看，谢谢你呢，你是个好人啊，我辛勤了这么多天，你值得了。段师傅呢，您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当地的群众做了许多的好事、实事，修路、建桥、捐资助学、扶贫济危等等，尤其是经常的深更半夜的被老百姓叫起来，开着你的救命车去运病人，运即将生产的孕妇，是不是？在1994年，我为了自己进货比较方便，我买了一部的小四轮车，这也是我们希望唯一的一部。不知道呢，说成了乡亲们的救命车，乡亲们呢有产妇啊、病人啊，谁都来叫我，谁叫谁到，实践就是生命。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孕妇呢，在家里呢生了2天1夜，没有生出来。救护车进不来，路又没修好，他家里呢就说去找一下段师傅啊，叫他车子拿过去啊。我到达到这个产妇呢，到直接到医院去，经过路上的点拨，生在我车子上，还有1公里的路到医院。这个医生呢，他说你再来5分钟，这个孕妇啊就撑不住了。太谢谢你了。现在这个儿子呢20多岁了，他现在看到我呢都在叫爷爷，两家的关系很好。能够看得出段师傅您是一位朴实善良的热心人，又有经济头脑，又有服务意识。您退役之后呢是不忘初心，为群众们办实事、办好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彰显了一位退役军人最美的风采，值得我们向您学习。我文化水平不高，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退伍军人、一个革命战士的职责和义务。我听了段师傅的呀、他这个事迹啊，虽然他文化不高，但他用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部队他是一个好兵，退役以后呢还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默默无闻，不计报酬，千方百计满足偏远山区的乡亲们的需求，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买的车成了老百姓的救命车。我们从他的事迹上看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形象，在他身上看到了雷锋精神。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共同分享一个烈士的故事。这个烈士呢是1923年的共产党员，他是湖南人，1931年32岁牺牲。他叫刘铁超，他是红军
35独立师的师长，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那么在他的遗物中，我们找到了他给妻子的家书，写了他四句诗：自古英雄多红志，血性男儿硬图强，封侯败将非吾愿，革命成功便还乡。几番梦见井上月，君前儿女春前望，人间慈爱难相聚，原为穷人谋幸福。当我们读了这烈士的遗诗，引发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思考：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和平幸福的生活环境，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和平台，不都是这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为我们铺就的吗？他们当年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慷慨赴死，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让我们今天的后人永远能过上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让我们的民族永远不受外民族的欺辱。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嗯，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初心。嗯，说得好。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以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为内涵的井冈山精神，是革命先烈留给井冈山人民和我们的宝贵财富。在井冈山精神的指引下，井冈山的发展日新月异，蒸蒸日上。让我们向传承井冈山精神的老兵致敬，向为实现中国梦而在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兢兢业业、攻坚克难、不懈奋斗的英雄儿女们致敬。巍巍五百里井冈是革命的摇篮，诞生的红色基因，根续的红色传统，让井冈山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我们曾经身着橄榄绿，现今已是火焰蓝。我们来自井冈山模范消防大队。时代在变化，队伍在发展，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在延续。我们不忘初心，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使命任务不会变，消防救援的职责不会变，守护第二故乡的安宁决心不会变。我们都有一个南瓜情节，来到井冈山上，不仅要学会唱红米饭南瓜汤。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凉哟嘿喽嘿，还要学会栽种南瓜，这是我们的传统。南瓜就如井冈山人一样，坚韧朴实，吃苦耐劳，春天种下瓜秧，秋天就能收获金灿灿的大南瓜。吃着自己亲手种的南瓜，感觉味道格外的香甜，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切实的体验。入队15年，井冈山精神全员的学习是我最深刻的记忆。红米饭南瓜汤既是对先辈的缅怀，也是忆苦思甜的精神洗礼。井冈山的故事很多，其中就有朱德的扁担，那根扁担上刻着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个大字，记录了我军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密切联系群众的传承。朱德的扁担在一代代的相传，而我们的红扁担学雷锋志愿服务小组也一直活跃在景区，景区人民群众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我们红扁担的身影。我们是新时代的消防人，我们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人，向所有的老兵致敬，向革命摇篮井冈山致敬，向井冈山精神致敬。起立。有请2019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火炬手陈坤元、龚丽君、陈美容。
一代代老兵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亲历者，他们犹如时间长河中的滴滴小水珠，每一滴都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人民军队的本色。可骨子里头总想着一首曲。